这个是让若昀来分享一个近期爱听的歌，周深老师的《接过一下》啊，就一句啊，就一句。少年扬起脸庞，去找他的月亮。承认我有这样一个外号，我只能说保你个头乘以3.5万。今天先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，小编惊喜地发现，在众人期待下，周深南京演唱会假场审批通过了。周深南京演唱会将于8月10日至8月11日举行，原本810的一场增加到2场，这让歌迷非常兴奋，这应该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吧。至于南京站第一天门票的2开和第二天的1开，估计也不会太久了。摘尽琵琶一树金呀，萤火虫是人间的星星，又不想听松桃花烛影，芭蕉绿海棠红柳窗明，浮夸整理偶万笔。2024年，周深不仅发布了成绩亮眼的新专辑《凡事代词》，同时进行了内地体育场演唱会巡演，目前已在上海、深圳、成都等地圆满举行，热度不断攀升，好评如潮。周深在多个城市的大型体育场举行了演唱会，门票一经发售，秒售罄，一票难求。在出道的10年中，周深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年轻内地体育场巡演歌手。今年歌手周深的歌曲成绩也在同辈歌手中一骑绝尘，仅看2024年新发布的专辑《凡事代词》销量已突破3400万，数量突破110万张。相信随着周深10周年巡回演唱会的陆续举行，以及新专辑里的歌曲陆续释出，新专辑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。到底是谁？大河里谁？谁又咬了谁？谁又嫁给谁？谁和谁又最后剩下一个人的王浩然呢？仔细复习一下。来了，这边。2024年，周深为电影《热辣滚烫》演唱的《小美满》，为《庆余年2》演唱的《接过一下》更是大受好评。其中，《小美满》仅 QQ 音乐单独平台收藏量就达到600万，多首歌曲连连火爆，着实让人赞叹。周深演唱会到场观众年龄层横跨老中青三代。再来看演唱会的人群中，我们不仅看到了活力满满的年轻人，也有朝气蓬勃的稚子和精神矍铄的老者，同时也吸引了两岸三地及海外的歌迷前来支持，昭示着周深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中逆流而上，口碑、热度、实力、作品大丰收。
远的不说，就在刚刚结束的影视音乐盛典，周深一人获得四项大奖，其中包含分量十足的年度歌手奖。主持人也不吝啬地赞美他在今年 OST 影视音乐歌手中的标杆地位。所有去过周深六月的深圳场和成都场演唱会的歌迷，在分享自己的演唱会体验时，都不免感叹周深演唱会的绝佳音响效果。无论是看台还是内场，无论是露天体育场还是室内体育馆，都能听到最清晰最美的声音。周深不计成本的付出，换来的是演唱会暴涨的好口碑，是场场秒进一票难求的支持，是歌迷铭记于心的美好回忆。动辄上千万上亿的音响设备，顶级的毕业舞美，顶级的服装设计师等等，周深为演唱会的付出歌迷都能感受得到。周深做音乐的格局很大，他的路也必定会越走越宽。不好意思，喊得太黑了，就放得开了。一个个听到的，不好意思，喊不好意思。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福州的张大贵公园，然后现在我们嘉宾的桌子上面都摆了，这是来自福州的桂圆做成的干桂圆。随性。好，两个演员，两个演员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然后像大家不喜欢毛主席的桂圆，这是用桂圆做的桂圆丝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兔子，很好吃，甜的。泸州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每个人都好开心，然后看到每个泸州人的脸都扬起了特别温馨的笑脸，就觉得随时随地都可以收获很多小美满，然后也把这首小美满送给大家，你们会唱吗？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。